州刺史陈叔良，敢背天堂，无谋不轨，自令自缢。天火把古树烧着了！师傅，今天起得够早，这还不到午时的。一大早跑到国子监干嘛去了？国子监？我没去啊。五月物本方，怀乡长安城。这个时候正是物本方里国子监外槐花盛开之时。那槐花上还带着晨露之气。我去找了你的恩师魏无忌，他现在是弘馆的大学士，常科明镜就在明日，这事不干了。不去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吧，今年皇后改新科考，无论出身无论门第，人人都有机会。那些白衣啊，个个怀蝶自考，千里迢迢奔赴京城，哎，谁不想考取功名走正道？又是你玩在红梅水，你点两个菜嘛，花不到几个钱。老板，哎，公子，谢了。走，哎，走。我说的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？将来我就算是教书、写状，大不了去做个丈夫。这么大个长安，能干点啥不能混个饭去？你也过来。哎，大爷好。来了。好，铁子们，可以了。你为了游西域找宝人办过锁魂蝶，你知道你欠了多少钱吗？你们两个该交房钱了哈，都欠了好多天喽。掌柜的，麻烦您再宽限我们几天。你们欠好多天房钱喽？啊，我说你们两个有钱带娃儿吃吃喝喝的，没钱交房钱。哎，你们两个站倒，你们欠的房钱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所有的人。还有，今天之前你游历西域多年，这好不容易回了长安，无家不回，寄居于此，行了，我忍了。老板，哎呦，公子，一会儿来碗羊汤，三个苦饼。要得。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他们欠你多少钱？算我的，找他要。哎，苦饼烤焦点，去。要得。一碗羊汤，三个苦饼烤焦点。你还有心思吃？我为了你科考的事情，这几天累得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我，哎，我腰带都松了。哎，公子，你的羊汤还有胡饼。对嘞，等等，来，把这个，尝来。你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对不起家主啊。嗯，胡饼公子给的。哎，我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没有？我听着呢。欠钱无所事事，有家不归，对吧？你带那两个土匪兄弟陪伴你左右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马蓉乔泰吗？不是。哎，他们俩人呢？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谁知道？在这宫城外有一棵皇后最喜欢的梧桐树，说是能够引凤而来，佑我大唐的国运。可就在五月初一，这棵树被雷给劈了。你们说这是谁干的？这不是老天吗？天灾啊！就是啊，是吧？我觉得是人祸。天灾，天灾怎么可能是人祸？赌一把，天灾啊！对呀，我们赌一把。咱们来，我们赌。传统赌法啊，二白三黑曰消即天灾，三白二黑曰塔即人祸。赌一赌，看看谁是赢家。来，下这边，修，
重赌博出千。哎，你可别冤枉我啊，我可没出千啊。那议论国事有吗？班主，你们俩的过所文牒。听着就来气。还有，明天起你那身胡服别穿了，那像什么样子？我给你买的金子你给我带上，我给你取去。把这围起来。是。官爷。哎，官爷，所有人不得离开客栈。官爷，放走。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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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几个出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，你们过去，快点，都出去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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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你起来，说你呢，还吃？去。好了，我走。五日前，东市铜陵宝库丢失了一颗明珠。昨日，我们抓到了一个收贼赃的。据他所说，盗贼和赃物就在这家客栈之内。卖给你明珠的是谁啊？管家。我不都告诉你了，只是定好了今日午时在此交易，但并不知对方是何人。乖，他血可喷人的，咋可能在我们店里吧？把这碗登记簿拿来。啊！我们怎么能躲？记都不行，记得这么潦草，你让我怎么看啊？司礼官爷，殿下人手不够，记得不全，你多担待啊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你们是好人啊？对呀，是啊。闭嘴！既然没人承认，那就把所有人都带回去。哎，凭什么呀？你一定没查出来呀，官爷，可不能冤枉了。哎，大人，明日科考可不能随便断了呀。对呀。我们明日还要参加科考啊！站住！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好身手！怎么，偷了东西？还想逃？俺没逃。这招是……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只是个逃兵，逃逸是死罪。他躲在这客栈里，我都没见过他。你看他，肤色黝黑，面颊泛红，这是值守西域多年，风吹日晒之下。那匕首上的一抹红，是我唐军将士锁子甲上的绑带。你脱下了戎装，放下了横刀，却还是舍不得陪着你出生入死的那一抹。我阿娘病重，
我就想再见他一面。把登记簿给我。许慧是个卖炭翁，终日伐薪烧炭，身患痨病，以致肺腑。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就是今年的改薪科考。他一直在服用补天大灶丸，只为挽回游丝之气。啊，不会偷窃。刘奔，江南道黔州大余县人，从大余县走到长安，早鞋都不知道走坏了几双。他没钱吃饭，只能猛灌凉水，饿到手抖也不曾耽误备考。两天一口米未进，哎，喝水吧。他不会偷窃的。周游，剑南道人，从剑南道贩运荔枝到长安，快马加鞭也要些日子。就现在这天气，荔枝能够保持这个形态而不腐坏，不超过四天。你转身慢，快进去！不好意思，我这憋不住了，我昨天吃了坏果子，快出来啊！明珠是五日前丢失的吧？所以不可能是他。冯梦柳，扬州人，城里的招提寺近些日子在修复壁画地狱变，召集了全国的画师，他是其中之一，封闭创作，一巡只准休息一日，就是今日，他来不及。张虎、吴炳、写死，孩子到了长安，一直想出去玩。可他二人一心备考，这些日子就没出过客栈的门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出去玩啊？是啊，来了这几日都没有出过门。明日考完了，后天我带你去逛逛西市。啊，太好了！所以他二人不可能盗窃。刘汉。刘玄通，陇州人。刘玄通一直卧床，刘汉陪伴在侧，就没有离开过客栈。预知四年，苦孩子来了客栈之后，一直在打苦工。还有他，孙自知，他是一个乐师，平康坊就是他每天劳作的地方。还有阿史大，他们只想着科考完之后再去好好逛长安，他们没有时间。陈明建来了之后就没有走过，他应该没有。吴金凯，他曾经离开过一次客栈，林万英年来就是有人一直在后厨帮工。来了，他没有要么就是要来的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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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我看他面生，他也不在这名册之上。若说有嫌疑，只能是他。大将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我叫陈耀国，我就是个账房。哎，箭头叫严茂，就在新昌坊，不是你们可以去找他问个明白。不是我，也有可能是他，他也不在那名册上。公子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是店家呀，我咋可能在名册上嘛？我在城里开店十年了，公子你是晓得的呀。知人知面，背离之心呢、哎。公子，冤枉了，公子！哎呀，哎呀，拿下！是是。哎，快爷，我是冤枉了，快爷，快爷，我是冤枉了呀，快爷。人抓到了。明珠呢？算盘，给我。拿来。乖。内在其中。
不是我的算盘，这是他的。我就说了我是冤枉的吧。公子不是我，公子。哎哎，公子，你干啥子？公子，公子，我真的没有拿，公子，我没有拿。啊！你看。他才是贼，这个不是我嘞，他才是贼啊，这个不是我嘞，这个不是我俩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啊，这不是他，我来聊天，拿水来，光爷，你看这上面一层油垢，这是掌柜的日常劳作的时候用过的戒指，而那个算盘是那个贾长老先生的，他掉包了。人赃俱获，这才是真相。大爷，我偷盗十多年，没想到来了长安城，在你们手里了。人赃俱获，给我带回去。是是是，走，走。官爷，那个逃兵可否网开一面？在外面碍着事儿，我也不管。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明天你能不能好好去考试？以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。你看，王爷，这西域本来就乱，乔太、俩族你根本就不了解，你把他们带回长安半年左右，哎，你就不怕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事儿来吗？啊，敢哥，向外抢枪！这事可跟你没关系了，怀英啊，怀英，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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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公子，怀英杀了他。
些事儿。特别难听，我一时气不过就多说了两句。这皇后心政不断，特别是赋税，时常都有改心，难怪这帮人。狄仁杰、马大京，出来，有人要见你们。魏大学士，您来到了。给您添麻烦了，卫士。怀英，行，进去领人吧。哎，我别叫，要死了，谁都不认识啊。这么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在西域游历？是。疏勒秋词都很有趣。但昆仑之月还是无可比拟。您也去吧，昆仑。不错，身虽未至，心向往之，所以才要听你好好聊聊。学生不才。魏大学士，魏大学士，见到您的名帖，我立刻就来了。贺大金是我左右的笔将，这位狄公子也曾是我的学生。不知二人造次，实属教导失职。哎，哪里，不过是街头混斗，牵连了二位公子，请有劳大学士亲自来保。哦，我这就放人啊，这就放人。有劳了。不敢，不敢。那我们大唐西域之约就在你明经考试之后。一言为定。为师慢走。幸亏碰见了魏大学士，不然今天又得破费了。那你俩会怎么办？俺俩没长安户口，想出来就难了。这个够了吧？我早说过，这俩人不能留，留下来就是个麻烦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要不我去？我早办完了。哎，聪明人要谨记，别站错队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好了，真不要咱俩了。拿出来，这是长安，不是你们乡下，有律法，有文规，你们得谨小慎微，遵纪守法。
尤其是不能随便来议论宫里的事情，听见吗？哎呀，吃饱了。上一次吃这么饱，还是杀了一个恶霸家的羊。我们那时候可都是劫富济贫啊，没杀过一个无辜的人。你刚刚承认你犯过杀人罪、抢劫罪，我要是官，现在就应该治你的罪。还你办西域过索文牒欠的债还差多少？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跟他说啊。要想别人不知道，晚上说话小点声。这破地方，我不要你们的钱。城门着火了，鱼也活不了，这不是你交给我的吗？那我还教过你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呢。下不为例。小二，再来张胡饼。来，帮忙。勿以善小而为之，勿以恶小而不为。我也记住了。我以后盯着他，我盯着他啊。若是人人便如此，世道亦如此。我了，你刚跑方城干嘛去了？你知道狄仁杰他阿爹以前在长安是当大官的，那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一栋大宅院吗？那不对啊，那他干嘛住那破客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身上秘密太多了。你说狄仁杰这名字会不会也是假的？名字嘛，就是个代号。什么真的假的？就算他用假名字，那兴许人家有什么苦衷。伯英啊，你听说了吧？这次科考的分类啊，有很多选择，不论门阀和地位都可以选择。有如经典记的考法，有天文算法的考法，哎，因材施考，人尽其才。金卫士跟你说的？你不是答应了好好去考试吗？你不会？我答应他我会去，我可没答应他我会好好考。哎，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伯英啊，要不咱俩赌一下啊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乖乖的去考试；我要是输了，你爱考不考？两黑三白约塔，三黑两白约萧，全是黑啊，那就是卢；全是白，那就是开。我选全是白。快的，你要不说，就算是我赢了啊！这么大事儿，这么儿戏，我的命运必须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。霍英啊，你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运跟他有关。
东西放下，浮票。好。酒壶也放下。今年的考场制度更加严格，任何的饮具、食具都不允许带进去。你把酒壶放在这儿，如果进了考场被搜出来，你会被剔除资格的。好，好。哎，别倒着，砸不了。进去吧。后面的跟上。欢迎，千万不要告诉卫师我随身携带酒囊的事，他要知道的话不可想象。哎，快看快看，是圣人和皇后。科考完毕，众学子退场。欢迎，欢迎。走，喝酒去。考得不错，信不信？你要不信，你就瞧不起我。寒窗如苦数十载，提笔为相入高门呐。三年了，我终于又可以出来走动了。怀英，来，快看，这便是我大唐盛世。虽已入夜，但是这里灯火通明，游人如织。这每时每刻都像是家前盛宴一样。走。哎，我听说前两天的赛诗大会特别精彩，这各地五岳诗人的魁首啊都来到我们长安了，有我最喜欢的那个大唐第一舞妓玉兰姑娘，还有那个曹安，我也特别喜欢她的歌声啊，那远胜于长安的108方。最后啊，这个赛诗大会是蓬莱的藤坎，他多亏了。藤坎，我知道他，他不是个武将吗？嗨，别看他是个武将，二位郎君，他写的诗啊写得特别好，就连皇后还有金上都对他的诗赞不绝口。哎，这儿不错。哎，二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，我们就想喝杯酒，今日包场。恕不接待，我们就想喝杯酒，然后我们走走走走走，换个地方喝。哎哎哎，你别拉我呀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怀英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做了大官，我们也包下这儿。到时候我骑最好的马，喝最好的酒，我点最好的舞技，我一定要考中进士科。哎呦，怕什么呢？哎呦，哎，哎呀，你慢点，找什么呢你？二位郎君可是要听曲儿啊？哎，好啊好啊，你们这儿有那个歌舞伎有什么？哎，哎，哎，怀英，你到底找什么呀？不知二位郎君有何贵干？我想见见方才唱曲的那位娘子。无人唱曲啊？我分明听到有人在唱滨州小调啊。啊，今日殿歇，恕不接待。啊，你是不是瞧不起人？怎么你们都是这样的？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没事。小桃，哎，快请两位郎君进来。是。那二位郎君请吧。哎，哎，怀英，走啊！啊，走吧，走。
绝唱，连皇后都赏过的歌妓啊。怀英，你可好眼光啊。两位郎君，今日殿休，护院仆从都不在，我们不营业。啊，无妨，我只想见一见刚才唱歌之人。现在居舍楼上下只有我们几人，郎君定是听错了。可我刚才分明听到有人在唱滨州小调啊。无人唱歌。哎呀，无人唱歌就无人唱歌，我们是来喝酒的，给我们上酒就行了啊！上酒，上酒，上酒。坐，欢迎，坐。来人，上酒。这酒怎么这个颜色？大仙，嗯，这酒咱喝得起。但喝无妨。来，老杨，我敬你。来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你慢点喝，葡萄酒后劲大。老妈，怕我醉啊？这喝酒不就是为了醉吗？哎，这平日里呢，我就爱喝一口，但是当着卫师的面儿，我就不敢了。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事儿，千万不能告诉卫师啊。卫师还那么爱教训人吗？哎。他现在啊，卫师现在可堪大用啊。他现在正奉圣人皇后之命，在贞观世族制的基础上编写姓氏录。姓氏录共收纳245姓，287甲，这分为九等，这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被纳入，皇后的四甲被列为第一等。还有兵卒，兵卒是以军功升五品以上的官者才可以被纳入，其他那些无功士卒全部靠后。如此一来，这天下的秩序怕是要变。那自然要变啊，那些循规旧族，比如长孙太尉，他恐怕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说不定哪天啊就出什么乱子了。哎呀，这酒真不错，今天啊我要多喝几杯。什么味道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何大金，卫师有何吩咐？好好考。弟子定不辜负恩师教诲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堕？白英啊，哎，尝尝我的酒。平日里啊，这个时候我早就喝没了，可是今天没带进考场，倒是把它给留下来了。怎么这么轻啊？漏了？不可能。怎么？什么时候漏的？哦，在国子监。一定是那帮侍从给弄的，可惜了我这好酒。苦？怎么这么苦？苦？哦，黄连前几日备考有些牙痛，我就吃了点黄连，真是晦气。
拿嫌犯，幕后搜查。好，快快快，快门快门，现在外面全是在搜查你的金吾卫，我出去看一下，你把门锁好啊。今天咱们俩一定要喝个痛快。哎哎哎，去哪儿？哎，别走啊。去何处？我就是来跟你道个歉。刚才咱说好了，一壶酒就走。我那个朋友啊，他喝多了，莫怪他。无妨，郎君，不碍事的。那是有个暗门吧？通往何处啊？郎君定是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门啊？酒来了，郎君还是接着喝吧。郎君这是喝多了吧？这酒不行啊。我一会儿给你备份醒酒汤。